是做软性去皮装饰的一些石膏，我给它倒到这一块花泥上面，还撒了一些糖果粒。哇，现在整个变得超级的硬，看看能不能把它捏碎啊。妈呀，这也太硬了，用刀来试试看，完全吹不下去，锤子来试试。哎，锤子还行哎。用锤子凿的感觉还挺爽的。这个碗也来捏一下，好硬啊。好嘞，那今天的解压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拜拜。